这是我们的车子 Twingo R2。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车子的细节吧。这就是我的 office rally meter， 全部有距离，多少油，速度都可以记录。那刹车，这 GPS 就是说在场内跑的时候，如果你停下来超过30秒，他们会送出讯号，除非你按掉取消，没有取消的话他们可能会终止比赛，看音乐就表示说你可能有问题没办法取消，所以这是一个安全装置。还有排挡杆，那小事小东西像小细节，这个装水的都帮我们准备好了，装笔的，我的文件夹带上面有，如果就是那个 OK 跟紧急的招牌，就是出事的时候我们就放 OK 嘛。那有两个通话器，一个是给安全帽，另外是给我们在 RS 路段的时候用的。还有什么东西？整台车就是弄得很漂亮啊，很多细节都注意到了。哦，我们有电动窗户。OK， 看看后面。轮胎，那这都是用束带绑着。那之前有人说束带绑着怎么办？就其实你这样用力转，它就会扯掉了。还有电动扳手。Don't forget that you will refuel also. Again, okay. 然后电动扳手，这个这样子拉一下就可以整个拿起来了，顶车的。GPS。连轮胎、轮圈上，他都帮我贴个贴纸，这样子我下车要量胎压的话，马上就可以找到嘴在哪里了。小细节都非常的注意啊。他的维修区，吃的、喝的、零件、换衣服。好的，我们的维修队伍现在休息一下。OK， 大概就这样子。那现在还只是 shake down， 比赛还没开始。shake down 就是所谓的练习。那就先这样子吧，我们今天晚上开始比赛。